这个东西不是只在 YouTube， 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东西，可是包括什么中国就是要看土豆网、哦、等等，你还要真的会找才找得到。然后更另外一种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我那个都是事后讨论的，因为那个已经牵涉到专业媒体跟所谓的个人之间的一个侵权的问题。因为像甚至有一些专业媒体，他更厉害是，我不只用你的，我如果针对一件事情，你们三个都有写，我拿来给他 match 一下，混合一下，重编一下，像很多、啊、什么图，我觉得那都不是一个很好。什么地球，我不知道有没有给那个所谓原作者所谓的版税，什么地球突击队啊，什么的那些。有是不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其他的。对，就是说有一些没有，你只是把这个照片随便就拿来，然后甚至于也没去问，然后就直接就看他上面写的东西，直接就改写或加好像就乱写，然后就变成一整泥所有的新闻。然后更扯的是，那我们讲的标题胜利法，就是下一个标题让你看了觉得很耸动，想要点进去看，就点进去看，但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他已经赚到一个赞，是不是？所以就赚那个点阅率，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事后会慢慢衍生出来的。可是我还是要拿这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就是说，在网络上从事任何道德是越来越重要，会越来越重要。好 ，OK。然后其实我前面也讲了很多，其实我一直想是说，反而到现在我们讲以前是因为你没有媒体可以用，因为你没有那什么，你就一直觉得自己想要去当个记者。可是我平常就讲出来，啊，我在公司做事情，那你一个专业记者不会办。有时候我还觉得说，其实当一个网络的部落客，其实还比较自在一点。啊，我们讲的所有，我们这样讲的所有的，我用网络作者跟媒体记者这两个分法，啊，不管是网络作者，啊，什么写手、记录者等等等等，我觉得不必定到那个所谓的记者的身份。第一个，因为你根本不靠行，你没有在任何一家媒体上班。现在包括连所谓的，你像环子，它还有一个环子网，里面还有一个所谓的固定媒体在报道。除非说你有靠固定某一个媒体，否则你大概就是在写的东西就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不管是 FB 或你的部落格上在发表。所以你没有靠，并没有在靠任何一个什么。然后你不靠，就表示你没有什么，你没有证件，没有什么。证件呢、啊？现在是不是最困扰的就是在证件？没有证件。对，在新闻是那个好奇宝最清楚，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个所谓记者跟非记者，其实我觉得最困扰就是在官方这一块。其实很多现场民间太不理你，商业大公司的也会，否则在一般的公共场所太不代理你。你是记者不是记者，反正你在那边他也不会去赶，除非是说抗争什么要赶的那种。可是你一旦进到所谓的公署，所谓的官署。好的，他就一个门规，一个什么要去看东看西，然后就开始什么真记者、假记者等等等等，就开始对，对，你现在有，可是有了还不跟你承认，对，我跟老师要的。OK， 所以我意思是说，其实这是一直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那个后面会慢慢去冲撞，其实现在一直有这个冲撞。哦，第二个没有规则。所以没有规则是怎样？其实你对一个记者而言，其实你有很多规范在里面，哦，客观平衡，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客观中立啦，然后不能什么什么太那个，我不知道，我觉得很累啊。明明我就是很讨厌人家去采访我去砍树，可是你就是要保持一个，我是一个记者，就对这东西我是要保持一个中立客观。啊，问题是你看到一些。到苗栗，你看到一些人就已经咬牙切齿，我要去那边保持客观、保持中立。工作上我必须要，可是你懂吗？如果我是一个网络的记者，根本网络的一些写手或者，我更不理你啊！我会想要写东西，其实我的动机就是你有一个理想或者一个心愿在的地方。那记者我必须讲，他就是一个工作，那不能说他没有理想，而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工作，然后他是一个被很多人所要求，所以。你会有一些所谓专业意义拿来用，可是有人就说，他正面看是一个专业意义，可是反面看它就是一个限制工具，把你个人所有的情绪、所有的那种全部都修光光，然后最好是写出那种4085不得罪人的东西。可是好，我还是讲，
因为那是一份工作。可是如果像各位，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去投入写什么，我觉得那是有兴趣。你懂意思吗？你爱那棵树，你爱这个房子，你为了这个这块这个故乡，你还写很多故事。你不喜欢人家来把它破坏掉，那是你的立场哦。我就写在里面，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哦，所以我问一下，就比如像你这样子，就是因为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是公司写的文章，是还有个人，还有你个人自己的博客。那其实现在很多记者都是。公司他是自己文章是一块，他自己他有什么想法的话，他自己再写个部落格或发表在上面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应该不一样。对，那会不会有一些争议或是混淆的？我跟你讲，会。所以我不能，所以我常常就不愿意去跟他讲说，我的部落格跟媒体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你懂意思吗？我不能去做那样，不想要去做那样的连接。那工作归工作，那工作就是。就是我工作上的身份，那部落客就是我部落客的身份，那我没有去拿公司的身份来做什么，或者没有去弄什么，甚至有些东西，如果我部落客再做的话，我公司我不能去碰。哦，你懂意思，就是他还是有他的一些分野嘛。那可是我会跟你讲是说，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说现在很多的在职工作者会想要在那个？网络上去写什么去等，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你在那边看，你现场看你已经恨得牙痒痒，可是 ，OK， 然后非典型，什么是非典型？就是刚才金讲的，那个如果你是一个记者的话，我跟你讲句实在话，我在现场看警察打，我就只能看警察打，你懂意思？我就只能看警察打。然后不是有一句话说，先成为一个人，才能成为记者。如果他警察打人。有了，我给在很多东西会这样去跟一个记者讲，可是一个真正记者他，不要说一个真正一个在工作记者他不会干这个事情，你放心吧，你就是你现在台湾这么多运动，你看过哪一个真正所谓我们讲的，也不要说大记者，就那个记者跑去跟警察去说没有，他搞不好还帮警察骂那个人，所以我意思是说你。我还是要回去跟你讲说，很多所谓专业的意义，其实它绑住了记者很多东西。那我为什么要讲说所谓这种非典型专业的意思？好，在网络上，或者说你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式公司的记者，你可能这一秒钟你还是一个记录者，下一秒钟你就坐在那边变成一个记录者。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如果是一个记者，我是刚跟公司出去，我永远不可能当你坐下去。我当也可以，哪天我真的抓狂，我就当你坐。可是问题是你就是有那个东西卡在你那地方，我现在要扮演一个所谓称职的记者，你懂意思吗？所以我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别人说他并没有，哦，包括这个做一个有例子，就是说一个媒体记者，你看他很风光，可是我觉得他很多东西都被限制住、被绑住，甚至不是他自己绑自己，是公司要求，哦，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恰如其分，你应该不要让你的立场太明显。等等等等，可是我必须要跟你讲是说，如果大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保住你，是不是？你反而是有更大 的空间或更大的一个尺度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差别在于是说，这个可能是所谓大家的，不管是副业、兴趣或兼职，你不用拿这个，你懂意思吗？你现在是在业余时间来做这样子，可是相对时间你是。就更广更大。好，那目前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觉得前面大家有个观念，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这几堂课，我就是这几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是说很多人都一直觉得说，哇，我要来上课，我要来迈向专业记者之路。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说后面谁可能有什么专业科系，以后还要进媒体。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本来就有份不做工的话，其实就不必把自己绑。跟记者一样，那个记者圈的人都想往外跳，你为什么要自己往里面去绑？你懂意思吗？反而，如果自己说，不管说工作稳定等等，或者时间充裕，你让自己变成一个很自由的，甚至我觉得说作者都比记者高很高很多。你知道意思吗？写自己的故乡是带有情绪的，有感情的。哦，甚至谁说谁规定一定像我们那种写报什么，
5HEW 重点要放前面，没有啊，我就喜欢铺陈。然后我东西我可以写得像诗一样，我可以放一张照片，然后写个两句话表达我心情，是不是？我可以网络上我如果高兴，我可以写5000字，写一个文章，写5000字。你做的东西在报社里面，那老板跟你讲说5000哦，5天，是不是？我一直不必去绑自己，我还是跟大家讲是说，除非说你立志就是要去当一个领薪的专业记者，否则我会跟大家讲说，如果没有这需求的话，不要去绑自己，反而让自己就变成一个作者，哦，一个所谓记录者，一个书写者，多好，然后去实现你自己的一些创作的想象，或者是所谓发表拍照的想象这样。可是我一开始做记者没做多久了，他们就有一个说法说，你记者到底是公民还是记者？公民记者是公民还是记者？好像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就像刚才讲那句话一样，其实我觉得你任何人，你就是一个人，你才会变成其他的东西。你若一个人都不是的话，你其他东西怎么会像？那同样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人，可是你懂意思吗？这种东西很现实，我坦白讲，我当然知道说，我们常常就拿那种越战什么那，对，那个很经典嘛，越战不是小鸟被拍一张照片，那个被杀了，得普利兹奖还得什么奖，然后事后的时候，人家马上就开始哲学，所谓哲学之辩就开始，你当场为什么不去救他？是不是？那个记者有没有？我不知道记者还是另外一派就是说，如果我去救他的话，现在世界上就不会有那张照。哦，我们假设了，对，你懂意思？他是一个哲理之辩，那当然你肯救了他，你可以拍完再去救他，救他可能要来，就他是一个哲理之辩。可是我一直跟大家讲，没有错，很多东西当下最急的时候，你当然像那些那个什么，那天那个飞机掉下来，我就说，你当然第一时间应该就是下快救，是不是？那除非说。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衡量，那它一直是一个哲理命题。那你在讲所谓什么先是公民或先是记者，我觉得根本没有什么考虑，一般就是公民。记者只是在某个阶段扮演某一种身份，你懂意思吗？哦，你记者只是去把一个东西去呈现，透过你的技术或透过你这样去呈现在媒体上面，不管你是一个专业工作者，或者你是个人呈现在网络上，可是。在这个身份之前，你就是人，就是公民。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好。可是反过来，我会跟大家去讲，是说，那你就不必拿记者去套自己。你懂意思吗？其实你为什么一定要有那张照片？如果假设是的话，如果说有选择机会的话，我救完人我也不缺那张照片。不过我后面跟你讲，照片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些东西我会是说它没有绝对，但是你可以去思考。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还是不能违你那个作为人的本分或使命的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底线。那超出这个之外，你跟我讲你是个多专业多伟大记者，我觉得那没有任何，是不是？老师，你先坐下来喝一下拿铁。啊，没关系啊，没关系，我真的没有啊。过来一点半，怕声音录不进来嘞。我唔知今日拜年嘞，伊敲电话叫我归家比，我只前天是礼拜二，就是所以华光社区那个时候，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讲的话有人在听，我 PO 的那个我的那个报道啊，就是或者是 paper 的东西有人在听。那因为今天讲回来，那个没听过郭志荣大哥的人有几个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媒体当然都盯他新闻，但是有听过我黄淑玲的人。大概数不出来几个吧。那个时候就是虽然说
的部落格或什么，刚开始真的是写爽的啦，就是你发表你的心得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到后来就发现，就是你可能会跟有一些社会运动啦，或者是环境保护的啊，像我们那个阿华姐啊，然后或者是华光社区这样子的活动啊，他们对我们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当的期待，希望我们要去帮忙。OK， 那这个时候 有一些新闻是我们要先发布新闻要闹的。那像有一次非常有意思，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讲的话有人在听。一刚开始觉得就po啊，或者做公顶嘛，我po上去，我哪知道谁会看。后来那一次哈，就是好人会馆他帮华光社区，因为华光社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并没有走那个文史保护的那个路线，就是走人权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跟他们就是有机会跟他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你们这个就是走文史路线嘛，就是文化保护。那那边后来因为在整个环境清理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百年的浴场，百年的浴场那个隔天很快的文化局他们就派人来了，要帮到那个百年的浴场做体检，去判断这个东西要不要保护之类的事情。那因为当地的人觉得说他们人在立国嘛，啊，那就是要闹人啦。那马上就找我帮忙，都说那能怎么办呢？我先发一个预告的，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就想了一个哦，社区那个居民来陪那个浴场吃早餐。那事实上就是闹人来，让那个文化局人开，你不要给我随便搞，说这个东西不用保护就直接拆了这样子的事情。就因为这样子的新闻稿出去。根本刚开始就是主流媒体，我们也没有那些线嘛。那后来当天居然来了一个《中国时报》地方版的一个记者，他一来就要找黄淑玲，说怎么了？他说就是看到 paper 上面的。然后后来隔几天，我们好像又有一个那个父亲节的活动，又是另外一个地方版的记者来。那真的哎，他们有的就会盯你的这些。消息，然后只是他们反了啦，就是那个中国时报地方版的那个记者，他访问很久哦，录很多，那没办法，那个因为华光社区那时候可能比较敏感，就搞了半天，就出了一个很小的，然后居然是访公民记者讲的话，那也 OK 啦，反正也有到达宣传的，你到底有领吗？我我先跟大家讲，其实苏玲，我到后面就要讲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其实我还说，我也开始跟大家讲说，还是那句话，忘记自己是记者，因为我相信说，其实很多事情，不管说，我不知道说大家是有多少手上有多少社会的议题在手上，有些急迫性，然后你只想透过你的报道去把一些，不管说是他那个广直播外面引起大家的注意，可是我还是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是可以去做的事，可是它不是去做任何记录写作唯一的角度和目的。好，我必须这样讲，如果你的目的就是这样，而且你的评判标准就是我的写的东西大众媒体所谓的专业记者多少人拿去用，那你会很失望。我前面在讲说他们用的很多，可是我给你保证，你用行车记录去随便去拍那什么助跑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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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然后车子被撞飞20公尺，我跟你讲，他用的几率比你去写一个华光社区还高，你懂我意思吗？那是很可悲的事情。你很认真写一个东西，媒体就对你有兴趣。哦，你去随便拍只狗咬猫，猫咬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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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传奇好玩诡异的事情，他拍。所以我意思是说，不要拿。媒体，我想我会跟前面大家讲，是说现在的时代已经没有那么尖锐分明哦。大家写东西就跟你讲，好像以前都不可能，可能他会有。可是我必须讲说，但是你不能拿这个作为唯一你判断你自己，你这样会很受打击。那我会跟大家现在讲是说，其实当你在写这些或者在做这些报道的时候，不要用报道，就是写作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目的在上面，不见得只是在哦写了媒体来跟或者这样。记录生活，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还是跟你讲，今天我。